受到无神论的影响，受到儒家的影响，受到这个老庄哲学的影响，特别是在我们失意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游山玩水啊，所以那个道家他们才有这个山水画，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有的遇到刺激，就会遁入空门，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，但是我们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啊。所以儒家基本上是什么？是积极创建的。所以你看中国人，你看他就是考科举嘛，他从秀才，然后到举人，到什么，到这个进士嘛。那你如果考到状元，就成为什么？有可能成为什么？天子门生呢？然后成为什么？他的驸马。你是什么？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啊。他至少可以当七品官嘛，县官就七品官嘛。然后慢慢就升官，以后到了尚书，到了宰相嘛，就是这样出入啊，这个入相出将嘛。所以他们重视什么？时间，他们求取功名，然后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叫做三不朽嘛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至少到最后也写书嘛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看，中华民国这些的部长级的，几乎每一个都是博士嘛。他家读书啊，是吧？学而优则仕嘛，学而优，你学，然后你拿那个学位，然后则仕，就去当官嘛。对，是这样，就是，所以他是一个历史人，他很强调这个历史的定位，我要在历史这样有一个定位，所以要留名青史啊。所以你在历史的地位是什么啊？所以他很看重。所以他是积极入世的，他是有为，他是积极的，他要做出一番的事业嘛，哈，所以没有的话，他是什么？虽然江南弟子多才俊啊，卷土从来未可知，但是他怎样？就自杀了嘛，是不是？项羽嘛，一定要这样子，雄霸天下没有办法就死了嘛。对，吴越其实江东父老也不会对他这样子，江东弟子多才俊嘛，卷土从来未可知啊，所以他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想点他一下，其实刘备哪里是他的对手，他是，但是怎样，人不能只有这一面，他还有什么？还有另外一面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是讲到刘远，讲到积极，但是我们要那个道家的精神，我们常常这样，你失意了。游山玩水嘛，对不对？开个一个 van 嘛，住在 van 的里面去游美国50州嘛。他是比较讲什么？讲这个安静，不是登高，乃是什么安静？所以我讲以后你们就会慢慢讲这些嘛，讲这个水。这个飞羽兄哇，处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啊，人生就是很多琐碎的杂事所组成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每次都要为主干大事啊，你只要好好的为神做一些小事，你就在做大事。小事是决定成败的关键，有人说 detail is the key of success， detail。小事是什么？成败的关键。耶稣五饼二鱼，为什么变出五饼二鱼？因为有一个门徒啊，他发现到有一个孩子带了什么五饼，是谁？穆安安德烈嘛，安德烈专门在做小事的，彼得是做大事的，他是第一个发言的。耶稣的门徒啊。有的是做小事的，有的很容易相信，有的很不容易相信。有一个门徒叫做很多匹马的，叫什么？多马。他每次都怀疑，但是到最后怎样？他也改变了，被为主殉道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很难信，我这很没有关系。你很有深度，你是什么？
笨鸟慢飞嘛，大器晚成。真的，真的，你是不随便相信的，打死我就不信。到最后讲，你是最坚定的。台湾的吴永长老，他说我如果信耶稣，我的头砍下让你当足球踢呀、啊。结果他只好成为布道家。So never say never 神、哦、可以用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保罗，我很多学生哦，又当传道人，你看那这些人看起来都不像，都怪怪的，怪招。我的意思说，神可以用每一个人，所以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一个独特的呼召，所以你要学会什么？不是骄傲，你要学会欣赏自己。恩惠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恩惠一样。终于一个男孩子说：“哎呀，为了找个对象，日夜恩惠随着我，直到永远。”他就这样祷告，就有一个姊妹叫恩惠，他就出现了。我已经在大学教书，我们那个校牧是一个同工，叫慈爱啊，啊，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我们一个朋友叫医生啊。我、哦、就爱上他了，他真的说这样祷告，恩惠慈爱，他叫蔡慈爱啊，他要当师母了，医生变牧师，也很有意思，神会做很多奇妙的事，所以我没有跟你这样讲，苏师母是立志不嫁给牧师的，他结婚的条件之一是我的对象一定不是牧师、啊，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不是牧师，我是老师啊，啊，所以哦。对啊，所以我说神很有意思啊，欸，你知道神很有幽默感，有没有？很有意思啊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做一个华人，做一个华人的基督徒，我要知道我受什么影响，儒释道、马克思，还有西方的什么民主，还有科学。以前的人去美国都修什么？都修哲学，胡适之政修哲学，以后怎么样？修什么？现在都是修什么？科学，现在是修什么？气管管理 manager， 金融都是这样子嘛，不一样。但是我们都要面对什么？啊？计算机。哦，计算机，哎，你们叫计算机，这样叫什么 ？IT。对对 ，IT， 对对，物流，哎，这个现在一直在变。唯一不变的是什么？就是万物都在变。Everything is changing except changing itself。除了改变的本身以外，什么都在变。不变的一件事情就是永远都在变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你说神不会变？我以前念的那个哲学是什么？好像上帝都在变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帝有没有在你里面？有没有？那你有没有在变？啊，所以上帝有没有在变？上帝没在变，但上帝做的事情在变。哦，上帝做的事情在变。他的国也是不可震动的，哇，也是不可改变的。对。他的事情不在变，因为他始终在做新的。投足露水，以挥泉水。你前去年的的中秋节，跟每一个漂亮的姊妹，在什么，在河边，然后水怎样，伸进去再欣赏月亮。今年你又带着他去，同样的一条的河流，但有没有同样的水？没有，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同一条？同一条，水还是水，河也是河，但是此水已非彼水。哇，掌声鼓励，不得了。此水已非彼水，但是不是同一条水？是。所以变可以什么？不变。整个的哲学思想都在变跟不变之间怎样交错？极左到极右，变主张变，跟主张什么？不变。神学的定义是什么？
哎，克莱夫的，对对，哎，克莱夫的，很简单，只要以人的理性指导所有实在界最后原因的科学，我就这样讲，是人的理性。然后呢，他要掌握所有的实在界，而且是讲他最后的原因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要 question your question， 要 Q B Q， question behind question，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后面的理由是什么？所以有初因，有中因，有什么最终因？所以有一元论，有多元论，有唯心论，有唯物论。有心物合一论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性善，有性恶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你会做好事？因为你里面有什么？对。但是为什么又会作恶呢？好像怪怪。但到底什么恶还是善是你的本性呢？哦，心性之论嘛，所以有心学，有理学嘛，有这个孔子，有孟子，又有什么？又有荀子。你不要忘记，儒家还有荀子，孔孟荀。荀子主张什么？性恶，那人为什么会有善？善者是为也，为是什么？这边有人为，人为叫虚伪。你很漂亮是虚伪的是吗？你抹了什么面霜吗？你本来臭臭的喷了香水吗？啊？今晚又才发现到，哎。眉毛是假的啊，也是没有头发的啊，牙齿也是假牙，都是装出来的、啊，叫伪嘛。但是其实也是有礼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你怎么看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哲学是叫我们认识上帝、认识别人、认识什么、认识自己，叫圆融的人生、认识宇宙。认识神，认识我们自己，认识他人，所以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交叉嘛。你要认识上帝，你由神来；你要认识什么？认识自己，还要认识什么？他人。他人包括你的妻子、你的孩子、你的房东，还要认识谁？认识整个宇宙嘛。你的吃穿都是什么？从宇宙来的、啊，呼吸的空气，今天李敏兄带来的水果，都是宇宙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面对这些东西。还有呢，你怎么跟他相处？跟神怎么相处？跟宇宙怎么相处？跟他人怎么相处？跟自己怎么相处？是不是？你就可以怡然自得嘛。但是怎样？光是要缴费是谁的名字，就要打电话一个小时的嘛，要花时间嘛。所以我们在哪里？在时间的里面，你不能脱离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放了这个传道书啊，时间到什么？到死亡，掉掉掉掉掉掉掉，它不是时间啊，只是时间的单位而已。时间是一个奥秘，你看不到时间啊。但是你觉得说时间过得很快，怎么忽然胡须又长出来了？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成为一个神学生，你会想说，你会面对这些吗？时间，所以程子昂登到山上去嘛，他很感慨嘛，说前不见古人。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啊，独怆然而涕下。前不见古人，看不见你的祖父的祖父，我也看不到我孙子的孙子。我现在看到我孙子，我孙子的孙子，我一定看不到的。我很有信心啊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我只看到丰收神学院的创校院长。第十任院长，你会看得到吗？丰收二十周年你参加了，丰收两百周年你在哪里？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啊！怎样？他就开始什么？独怆然而涕下。
是不是？这是一个感慨吗？我自己写的论文《存在主义》，到最后我也写这首诗，所以诗是最精炼的语言，诗是最精炼的语言，把我们感情用那个几个字去表达出来，很厉害，很短短的几个字。我们受这些的影响，所以当中国的责任，当他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人生的困境是什么？要不要打仗？因为国家，因为别人侵略我们嘛。好，以前都是什么？不利去上下班，他是什么？他要吃东西啊，吃东西去哪里吃？那时候还没有耕田啊，去哪？去找什么？找动物啊，看到了，这种冲啊！但是你往哪里冲？你要往东边还是往西边？哪一个地方有水草？哪一个地方有什么？有动物？你不晓得，而且你带的是大批人马。慧兄，我跟着你呢，这20个你带。我如果往这边去了，结果怎样？都没有动物啊！人家会说什么？你怎么搞的吗？那你怎么办？等一下，让我们去内室祷告一下。上帝啊，你既然创造我，天王我也吗？不是吗？让我找到什么水草？让我找到什么？让我找到有动物可以狩猎的。你就开始什么？开始有祷告的生活。这就是中国的易经开始。我现在讲易经啊，易经的什么？易经的乾坤两卦是这样子，乾卦跟坤卦。乾卦是什么？积极刚健的。乾卦是什么？乾。坤卦，坤卦，乾跟坤是什么？是那种温柔的，是那种谦下的，阴跟阳。所以阴跟阳是什么？是相对的，但是不是敌对的。哎，阴阳平衡。你结婚了吗，小光？你结婚的，对。你是阴性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平常是不这样讲的，因为讲呢，也是阳性嘛。你有没有孩子？没有。可以结合成为什么？也快乐的宝宝啊，有没有？阴阳嘛，相调和，孤阴不长，孤阳不生嘛。但是讲结合，哇，爱情美丽的结晶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阴跟阳是什么？是，不是敌对的，只是相对的，所以不是敌对哦，只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中国，特别中国人常常讲，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什么？你是异端，不能这样讲，他只是跟你不一样啊。你老是要批判别人，把他干掉，不是这样子。你不同意别人，但是西方是什么？我是 agree，disagree。我同意你绝对有讲话的权利，虽然我不同意你所讲的。我不同意你所讲，但是我绝对同意你有讲话的权利。我同意你的不同意。我不同意你所讲，但是我同意让你有讲话的权利。所以他们可以和平相处，所以他可以有政党轮替。现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政治文化是什么？独裁嘛，一个人说了算了，对不对？一句话顶万句话嘛。毛主席不是一句话顶万句话吗？虽然他自己否认了，说放屁，但是他自己放的屁也是很香啊。真的，不是，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。但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啊。因为，但是他希望是从明耶论开始，他就讲什么？三权分立嘛，三权分立，行政、司法，这个立法嘛。那中国不是啊，我说的算啊，我自己执行啊，就这样。而且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不是国家给你，是什么？是上帝给你的，因为人。生下就有什么？
就有什么追求自由的什么权利。人生而是什么？是平等的。所以怎样？男女平等还是女男平等？女男平等啊。我是故意让你有一个印象，是平等。你可以想象说，这种共产党的党主席是你的吗？我想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也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性别的平等，种族的平等，我们现在都是黄色的嘛，我们是最平衡的嘛，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怎样，刚开始怎样，烤得不太好，都白白的，先加白人。第二次造的时候烤得太久，变成黑人了，到最终我们出现了。我大中华民族，中国，北方、东方、南方、西方都是什么？都是蛮族，南里、西戎、北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，不是异教啊，没有开化之名，番人、番茄吗？袍子那旗袍吗？琴那胡琴吗？那胡椒吗？反正都是很鄙视的，这是不对的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但是慢慢学习，每一个人都是什么肤色、性别，还有他的什么，还有教育。我们今天都是很有福气的，能够说这个高等教育，最高的教育，神学教育。因为神学是什么？哲学在中世纪是为哲学服务的，所以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啊。那个我们的哲学理性只是他的婢女啊，在服侍他的。因为神学是什么 ？Queen， 最高的嘛，所以哲学院最高，哎，这个神学院嘛，还有这个啊哲学院、医学院，还有法学院嘛。因为神学是管理的灵魂啊。哲学管你的思想，医学管你的生命，法律管你的财产，但是它是管你的永生。所以天堂的钥匙在哪里？在彼得的身上。那彼得传给你，你传给我，我是第三任教皇，我一关你就不能进去了。我每个皇帝都很害怕，俯伏敬拜他，皇权嘛。所以以后就发现了，不能要政教分离，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回教啊，这伊斯兰教还是这样子，哦，他们的国王就是他们的这宗教领袖嘛，但现在是分得很清楚啊。好，所以话又说回来，你现在带领的人不是二十个人，要往东边去打猎，你带的是两万个人，你祷告的时间会不会更久？那你祷告来祷告去，怎样都上帝都没有跟你说完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要去占卜。迷信不迷信？圣经有没有这样写？有，圣经有什么？大祭司有什么？有他的以弗德，有一个什么？乌灵跟土民。他遇到这个时候怎样？他要什么？向上帝求问，到底是要往哪里去？所以叫指示啊。所以。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，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哈，光荣帮我们念。对，好，我们再看啊，利未记第八章第八节。
所以又给他戴上什么胸牌，把乌灵和土民放在什么，放在胸牌内。然后再看民数记27章，27章21节，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什么，为他求问。所以他和以色列权威中都要遵守以利亚撒的命讲出路，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国家的什么命脉。你要打仗可以不可以打，你要出草，你要去取得食物。所以中国人的易经是什么，跟以色列是有同样的原理，叫善易者不占。真正懂易经的人，他是不会随便去占卜，不会随便小事都来问牧师啊，而是在那个大事情的时候怎样，就是说不问苍生万问鬼神，不行这样子啊。因为神给我一个什么，一个正常的理性，理性判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打那个小时完以后怎样，你就回来上课嘛。你有没有祷告神说，哎呀，我催完要不要回来，你不需要嘛，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啊。但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样，你要求问啊。在那个以斯拉第二章，啊，是六章啊，对，以斯拉第二章的62到63，对，因为他们发现了怎样，这些人找不到他们的什么，他们的族谱嘛，所以63你说什么？对，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是大事情啊，我不能随便去判断嘛，所以得当是什么？神的旨意什么来成名？那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乌里跟土米。那到底乌里跟土米是什么？到现在我们不能很确定了。有人说这个是对，或是这是或是非，可或是不可，或是有些是那个发光的东西，这个我们不信。但是怎样？神知道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对。对，有的人是有这样的很多的现象，哦，对，对，因为他们要赚钱嘛，他说就是这样子，不过真的很多就是奥秘，但是我们念哲学就是你要懂得他后面的意思，是神很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理性的什么有限，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决定，所以这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把圣经跟我们中国哲学的易经，所以你不要说占卜。你不要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迷信啊，都要求这个头衔跑出第一个签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晓得他今年啊还可不可以当党主席啊？真的，他害怕，他不晓得他今年的投资是，他不晓得啊，所以他斋戒沐浴啊，要赶快去抢这个头香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嘛，我们基督徒很省钱嘛。你在你的家，你就会祷告上帝了，因为神无所不在啊。我们真的很自由啊。而且神亲近你，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。他说：“那些真的去祷告那些基督徒、政府官员，真的听到了这？”这个我不晓得，哎，这个不晓得，因为我们对。当然。是，和它的寓意，当你去相信的时候，这个定旨的寓意就好像是连接
对，对，是，感谢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神，我们的信仰。但是中国还没有神，耶稣还没有到的时候，有没有神？有啊，他们也敬神，你知道，上天嘛。所以神也怜悯这些他们的心，他也是要求嘛。为什么这个风不调雨不顺？天主教斋戒没沐浴，责罪于自己，这是我做错的事情，因为我是天子嘛，我是天的儿子在管你，现在管不好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会责备自己，所以他斋戒沐浴，所以他要祈求上天的怜悯嘛。对，我知道蒋中正先生啊，每次台湾来，他跟蒋寿民两个人跪着祷告，求神转移。或是说减少这个风险，每一次都跪着，哎，我有去过他跪着的椅子，哎，真的，这是他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占卜，因为怎样？就是说，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，就好像说你们要考试嘛，啊，你祷告一分钟就好，你不要祷告三个小时，只读了一分钟，这样不对了啊，你要平衡啊。你要尽你自己的责任，我的意思只是这样子说：善意者不沾，不要随便去什么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苍生是什么？你有你的什么？你有你的财务顾问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投？你怎么投资？你要看这个 Apple 的这个月啊，三个月、六个月，今年的表现，五年的表现，他股票都是顺利上涨的。可口可乐也是一样啊 ，Google 也是一样 ，Cisco 也是一样，那你就可以投资啊。那你不能随便问的哦，是这样子，就弄一下这个，用你不要试探神。我就说你要运用神给你的理性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啊。所以《易经》是等于先民的百科全书，因为他们那时不发达嘛。我们现在可以查这个 Google 的百科全书，什么都可以查到的嘛。当时没有啊，但是他们诚心要遵循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当你已经穷了，因为超越什么数珠超越的理性，你看那个沙漠记上，看沙漠记上28章，沙漠记上28章的第六节讲到扫罗他走投无路了，但是怎样？好，天雅帮我们念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却不寂寞，或乌灵，或先知回答。对，意思是什么？他经常怎样？借着梦、乌灵或先知来回答什么扫罗的问题。所以你要小心你在做梦，你要学会啊，记你起来你的梦，你要写下来。有些梦是什么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因为你今天晚上没有吃饭嘛，你进食了三天嘛，你都梦见披萨，哦，那个是比较没有意义的。但是有时候你会奇怪怎么会这样子，哦，像我那天起来就想到一个牧师啊，他刚好来我们这边教课，哎，我那天就请他吃饭，我说遇到我这个你啊，你最近好不好啊？就问他一下，好，所以但是他也要。他也要寻求说，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去战争呢，啊？所以他就去问什么交鬼的妇人，在引多尔，但是神禁止什么交鬼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神以外，这些灵都是什么仿造、仿冒，他不能带给你最正面的东西。只有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最慈爱的神，是给你都是什么对你没有害处的神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去？我以前也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啊，哦，这易经啊，这个看相啊，这个啊，你的字画看你的脸啊，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收费的哲学算命，一个人2块钱，我都是排队的，但是我也向神认罪了哈，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嘛哈，对，那现在就说神，我们神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当我们的理穷的时候没有办法。不是这个，当然我们向神大小事求问，哦。
今天我吃饭的时候一个弟兄啊，他是做建筑的，然后他有时候在测量的时候说明明这是三尺已经很清楚，然后他锯下去的时候也有感动，说你就多锯一点，每次他多锯一点刚刚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养成一个什么仰望神常常求问神的习惯，神说就是这样子，而且都很准，但是不是试探上帝，对，就是以马内利嘛，以马内利，你觉得神与你同在啊，虽然你在这个地方，那你把你的姊妹孩子交在神手中啊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哈。所以这个不管是中国的这个先民啊，我们整个的这个从这个儒家道家，因为佛教是从这个汉朝呢是从外面来的，是，但是呢属于中国人是儒家跟道家，但儒家跟道家从哪里来？从易经来。所以你不学易，无以通中国哲学，你一定要懂得易经。因为所以从易经的两个系统，乾坤嘛，一个是开出什么儒家，一个是开出道家，所以你这样就对整个中国哲学你就有了解。然后也有什么有这个佛教，而且特别是什么属于中国特色的禅宗，好，所以你就懂得这三。以后有什么来一个马先生、马克思、列宁，一个无神论的，在你要掌握这四个，你就整个基本上你要主要架构你就懂。那其他有很多的小家啦，对，那你就懂的哈。这个不是说对不对啊，就是说整全不整全比较好。因为现在你说我们的那个大灶，我们不是以前都是用什么，都是用蹲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说蹲的对不对？现在你们都用坐的吗？都坐抽水马桶吗？有没有马桶吗？以前我们烧饭是什么？蹲着烧吗？哦，大灶有没有？现在都是用什么？都是用电锅吗？这不是对不对？是什么进步不进步？以前电脑都286的嘛，现在是什么？哇，现在是什么？我儿子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，叫什么 iPro？ 我以前用的是小一点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哦，所以他把这个就比得很高了。当然是这样子，我可以，所以有圣经跟易经嘛，所以易经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圣经。但是讲你有了圣经以后，因为易经是人的智慧的最高峰，但圣经是什么？是上帝写的，不一样。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讲，就在讲这些嘛。就他当时来讲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百科全书。但现在怎样？有太多东西了嘛，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品，就好像说孔子的他的《论语》、孟子、中庸、大学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伟大的作品。但是呢，他不能跟圣经比啊，是这样子，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，没有救恩，没有拯救。所以孔子虽然积极创建，但是怎样？他活了72岁，当他生命的结束的时候，他怎样？他要往哪里去？他不晓得啊。他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我早上如果得到真理，我晚上可以死。但耶稣怎样？不一样。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。所以开创的这个儒家到最后怎样？他想什么？有天理，我要遵守这个天理，好不好？”就我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但是怎样？有人欲嘛，有人的欲望嘛，有我们的肉体老亚当嘛，所以朱熹到最后怎样？他的最临终的话几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四个字：一生艰苦。因为他想去人欲嘛，存天理嘛，去掉人的欲望嘛，不好的嘛。杂念嘛，存天理，就好像说我要什么遵守圣理，但是啊，不要在肉体的里面，但是容易不容易？所以他说一生艰苦嘛，伟大不伟大？伟大，艰苦抉择，伟大。但是怎样？
我们现在怎样？有耶稣，耶稣说什么？我的担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圣灵让你得什么？在自由，在灵里面自由嘛，三次教会嘛。因为你第一天没有来嘛，自由自在自然嘛，真理使你得自由。以前抽烟的自由，现在是不抽烟的自由。以前是骂人的自由，现在是我可以不骂人的自由。以前是踩人家脚的自由，现在是人家踩你的脚，你说对不起，我的脚怎么伸到你脚下？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更自由。饶恕、宽容的自由，自由自在，随时随在。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保罗说什么？我都得了秘诀，狱营中的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被关呢、啊？半夜起来怎样跟希拉唱什么？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，昨天的。对啊，被关起来说 what？所以监狱的名叫什么？监狱的名叫什么？开的。为什么？砰！谁把监狱门打开了？谁把监狱门打开了？神，是神的手还是神的脚？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什么？所以上帝本来坐在这边嘛。哎，怎么有的人在唱歌？所以上帝就打拍子嘛。就这样子了，这是我的神学解释啊，这是一个黑人神学家讲的，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嘛。所以一个人的喜乐赞美可以什么打破恶心里面的恶愁苦，对，所以你就喜乐了，你喜乐就当魔鬼得忧郁症，阿们。我们要不要让魔鬼得一下忧郁症？哈一下，哈哈，很简单啊，真的。喜乐的心乃是，所以天天都要吃，吃药嘛，真的，效果特好的，没有副作用，而且很容易，天天吃啊，这是最好的美容剂，所以你会越来越年轻。因为你每天都抹一下，叫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面霜，真的，信耶稣你越来越年轻啊，真的。你得了癌症也没有关系，我得也要笑死，不要哭死，哈死。人家说你好笨好臭，我臭臭也要成为我太太的肥料，因为她像一朵花被栽在什么？有什么关系？让它更加的美丽芬芳吗？我消失的自己，成全的花的美丽吗？对嘛？一粒麦子都在地里死了吗？真的？你自己，所以自由自在还有呢？自然嘛，是自然的，不要像属灵的怪人嘛。神的国是什么？晚上去睡觉，白天它就长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有没有怀疑？没有嘛。如果你怀疑的话，我已经挤得升级了嘛，在哪里？在马可福音嘛，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六节嘛。莉莉，因为你第一天没有来，就让你念了嘛。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
哇，他说这是神的国嘛，神的国要收成的嘛，是什么自然的？你要负责什么？收割以前怎样？你要睡觉啊，睡觉很重要，睡觉也能荣耀上帝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，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，你在听到的时候打叫荣耀的睡觉，神圣的睡觉。对，所以我都不会责怪你们，荣耀归给上帝。真的，睡觉很重要，在增加你的免疫系统。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睡，阿们，真的，神圣的睡觉。神圣的答复，因为你有这个需要吗？是啊。所以说三字教会，我们是三字，自由自在，是吧？自然，不要当属灵的怪人，应该吃就吃嘛，不要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不过中秋节，哎，那个会所不过中秋节，我不是说责备会所，因为他们那背景，我也不吃什么粽子，也不过年，这个也很好啊，对对，自自然然，你不要强迫对方嫁给你，你只要怎样，像什么，一朵香花，蝴蝶这样就来了，跟着蝴蝶找花朵，跟着苍蝇找厕所，跟着千万找百万，跟着耶稣。哎，对嘛，很简单嘛。静静的看它开花，静静的像一只小的什么蚕蛹，让它每天吃桑叶，自然就慢慢长大了，身体就慢慢什么肥壮起来，从绿色会变为什么？会变为白色。有一天他就什么土石，就什么作茧自缚。对，但是你不要剪刀剪，你要等着他就破茧而出，他就什么成为美丽的蝴蝶，从二度空间进入什么三度空间，这叫重生。所以我们有三个生命，第一度的生命你是活在黑暗的里面，你在妈妈肚子里面，在黑暗里面吗？不要急，到了九个月以后就生出来。哇、哦！虽然哭了一声，但是请问你现在要回去你妈妈肚子里面吗？也不用上神学，也不用去打工，也不要缴电话费，你要吗？你不要吗？你不要回去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回去吗？你不要回忆你妈妈肚子吗？这是第二度的生命，在妈肚子里面是第一度的生命。但是你重生了，哇！现在有第二度的重生，你会结束今生，你会去哪里？那是更美的。在天上，我们的身材都是很标准的，我们都是有头发的，都不用戴眼镜的，也不会戴假发，吃水果没有垃圾桶的，没有吃水果还要这样子，天堂是没有垃圾桶。都是有机的，哇！你可以想象吗？可以想象，对。但是天堂比你所想象的更好，这个太棒了。所以宝为什么能够看万事如同粪土？因为他上去过看一眼嘛，哦，真的。太太不理你 ，so what？ 我已经嫁给耶稣了。他是我的新郎啊，你是什么新妇？你会想象吗？姊妹比较可以，弟兄啊，做男新妇很怪啊。对啊。哎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所以信仰是一个奥秘，但是你可以享受。那是各第三度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三种生命，我们现在已经过第二种，好戏在后头。所以上帝。让我们有死亡，好不好？其实上帝是不要让我们有死，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其实怎样？
他不是预定他要死的，他如果能够在主的里面怎样？人约黄昏后，上帝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是在个黄昏的，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神在找人呢、啊。他们将谈情说爱啊，但是人什么堕落了？你发现了自己是赤身裸体。其实是什么？本来我们是有光的啊，不觉得这样子啊，是人错判决才这样子。但现在怎样？神把他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，是一个荣光，不再觉得羞耻。所以，我们知道你是什么王子，多荣耀。但是我们回到那个地方去，但是还有不多的时候嘛。所以保罗说：“哇，终于我要去了。”提摩太啊，你好好干吧，我要走了。那米娅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守信的道守住了，当跑的跑去了。你赶快去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啊，像劳力的农夫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再去比武啊，对，你要守比赛规则啊，提摩太后书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真的很感谢神。我也跑了很多年了，也准备退休了。退休不是说我再去做 cruise 好几千，没有什么。当然我也去做了，但这段是什么？真的太棒了，奥秘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超越理性的。感谢主，真的是，所以真的是啊，求神帮助我们哈。所以沙漠他也会。扫罗也会求神，啊，然后这个啊大卫也是啊会求，当他遇到啊困难的时候，他会什么？他会求神啊来帮助他啊啊，然后啊也会什么撤迁啊啊得到谁啊谁是王？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节。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七节，一直念，就撤迁有没有？然后到最后怎样？到二十一节就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了，就撤出什么？对，又从其中撤出基斯的儿子扫罗来。对，所以怎样？他就撤出了，撤出他来了。然后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是犯罪，就撤出约拿单了。但约拿单就是免死嘛，所以旧约。这样子，新约有没有？新约也有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三节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三节，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作为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，众人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请你抽奖，指明你所选的教对。”所以怎样？他们就什么？二十六节，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呐、啊，有没有像这个我的民间宗教？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迷信啊，你要知道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这个心，在众多的里面到底是哪一个？到底我的命运是什么？当然我们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神嘛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恐惧感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怎样也有不确定性，但是我们求的是什么？至善的真神。所以华人的抽签啊卜卦，但现在神怎样会借着异梦，借着圣经，借着诗歌，借着环境，借着属灵长辈，借着恩高的教训怎样回答我们。阿们啊。我想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嘛。对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说你们从主所说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是有什么主的恩许，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而且他说什么？老约翰说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而且你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什么？住在主里面，太棒了。
所以还有平安，基督的平安。如果你不平安的事，你不要做。但是不是你平安你就去做哈？有人在家里面啊，都在教会聚会啊。先生在家里面都没有饭吃啊，太太很平安，继续追求祷告，这个通宵祷告。哎，你要回去煮饭啊。哎，我们要平衡。那像那个大卫，你看，大卫，你看《撒母耳记上》二十三章，《撒母耳记上》二十三章，《撒母耳记上》二十三章第二节。所以大卫怎样？求问耶和华说。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什么？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伊基拉。然后第四节，大卫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向基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求问神，然后再看也是二十三章的第十节，他去救了伊基拉嘛，但是伊基拉会不会什么？我对他们有恩呢，但是他会不会出卖我？他要求问神。大卫祷告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增添的扫罗要往伊基拉，要为我的缘故灭城。伊基拉将我交在手里，不交。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。”不下来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什么？扫罗必下来。大卫说：“那伊基拉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手里，所以不交。”耶和华说什么？必交出来。所以，我们前面的道路，我们终身的事情啊，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我从来没有人生的计划当传道人，我当传道人，我现在觉得我是最幸福。我人从来没有想来美国牧会，我从来都不会。我在台湾已经忙了，我们教会已经很大了，很大的教会，我在这边都不认识人了，真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就被神拉来的，我是被拖来的。所以来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一个聚会，有一个人都不认识我，他把我叫起来说：“你是被上帝拉出来的。”上帝用很多的力量把你叫来这边，我就服了。而且他说、啊：“你来的时候，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啊。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、啊，我要上飞机前，有一个人哦，强迫把他的那个商务舱两张票给我，强迫压着我去坐他的商务舱，当然很愉快啊。很舒服就来了。那个人怎么知道？他知道。这个也是吧，让我怎样，我心里就更加的什么笃定。所以我在这边，我从来都不为什么我的生活担忧。我的孩子那时候很小、啊，一个十岁，一个十二岁，他们现在一个快四十岁了，一个快三十八岁了，都结婚了。哎呀，太奇妙了，所以不必担心。你只要说你有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真的。你买车子我都不用贷款，买房子我也没有贷款，买家我也没有贷款，都是 pay off， 真的。神会供应你，完全的供应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求神，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让神可以相信的人。若有人爱神，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，神认识谁是他的人。神可以说，恩惠是我的人，我可以相信你。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你要跟我们的神怎样？那是掌管什么？同掌王权一千年啊。而且他要交给你五座城啊，好不好？但是他相信你吗？你可以相信
放心让你的孩子开车吗？不行，你不能相信他，虽然你也爱他。有一次我去中国大陆短信回来，人家说你的儿子都偷开你的车啊。我儿子真的很厉害，趁着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开我的车，他开得很好，他现在是开那个最长的那卡车啊。我们的驾驶车都是 C 的，他是 A 的，他可以开那个最长的卡车。他考试啊是2800块的，他要考那个车子。他有他爸爸的遗传，运动神经很好。上帝可以相信你吗？这是最重要，不是你相信不相信，上帝可以相信你吗？好，好，然后就回到我们的中国哲学。我们说易经啊，所以刚刚我们的姊妹弟弟说，他是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他们有他们有限的真理。就那个时代来讲，中国人叫做一般的启示，一般的启示。但是上帝圣经是什么？是特殊的启示。那个是更加的什么？更加的这个超越。所以易经的最后一卦，易经64卦嘛，从乾卦到什么？最后一卦叫未济，未济就还没有达到完全嘛。未济是什么？我们表达说什么？我还有什么未济之事？我还有我理性的什么限制？所以易经是一个开放系统，他知道怎样越来越进步嘛。所以要尽心知性，说尽其心者知其性，知其性者知其天嘛。所以存其心者养其性，养其性所以是天。夭寿之恶，修身以哀之。我们要等候，所以立命焉。我们要什么？知道你的本性，知道你的性情，啊，知道天嘛，天性嘛。所以养性，所以能够侍天，侍奉这个天嘛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到底是谁啊，只是什么，含含糊糊的相信。叫做 implicity， 含糊的天，但这个天只有在什么？在圣经的里面启示我们。因为说你看见我就看见谁？就看见天父嘛。从 implicity 到什么 explicity， 叫做朗显的天，朗现的天。以前只看到照片嘛，现在看到人了嘛。以前是隔着幔子嘛，现在怎样？解开了嘛，解开谜底了嘛。假设你们现在解开谜底，你以前只知道哦，哲学，哎，你们现在有点解开的奥秘嘛，哎，哲学我也上过了，有没有明朗一点？还没有完全明朗嘛，但是怎样，在明朗当中的嘛。你以前知道美国，哎，你在美国一段时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1993年来，对不对？林敏兄是1993吗？你1993年来美国，1991对啊，以前不认识美国，现在怎样？完全了解美国吗？也不是嘛，但是讲比以前了解吗？那你寄一张照片给他们，他们看，也不是很清楚嘛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都不敢去旧金山了、啊，听说那边是同性恋的大本营了、啊，哇，也没有这么严重啊。我去美国，你很小心啊！他有很多的小偷啊、强盗，我到现在都还是好好的嘛，哈。神国的奥秘太大了，所以我们怎样？我们无限的空间可以什么？可以认识啊。所以包括现在我们认识的神，但是你完全认识他吗？你现在比10年前更认识他吗？你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吗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比以前更认识他吗？比10年前，一点点嘛，很谦卑嘛，对不对？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遇到一些，你如果遇到一个你所爱的对象，你会更加的祷告，因为这是你什么婚姻大事，有关你的幸福。
所以我遇到我那时候去大学教授，我说我不要交女朋友。神就很奇怪，就那一个礼拜遇到我的师母啊，我跟他讲话我都很自在，因为我想说我跟他讲完话，我可能一辈子就不会跟他讲话了，所以跟他坦坦而口，反而很开放啊。他回去查我的这个大学的这个研究所，我的这个我的生辰年日啊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我是几哦，看看我有没有比他大。感谢主，我还是比他大几个月。反正长话短说，哦，我去开布道会，哎，他们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这个姊妹也是他们教会，哎，他会去探听，到底这个人是谁啊？听说他以前有很多女朋友，他现在没有女朋友。反正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切都在神圣的带领中，但是你要祷告，所以上帝怎样？借着圣经对我说话，我以前都读圣，但是有一天，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读到神的话啊，神啊，就跟我讲说，你怎样，你不必担心啊，神会把他怎样啊，这个。啊，是给你，在以赛亚书的45章，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如此说：将来的事，你们可以问我；至于我的种子，并我所的功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。我在读圣经，不是乱读的，我都是什么？我都是很有规矩的人，我都是这个一天呢、啊。啊，旧约读3章，新约读1章，然后一面把它读完。当时有人为我们祷告，去山上进食祷告，在为我们将来的事求问呢、啊。那我也是神的孩子啊，他说求你可以求我命定。还要长话短说，我神用2节的圣经来呼召我，当传道人，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。他说如。耶稣左边各城各乡，如同养什么没有牧人一样，我心里就很感动。他用马太福音，还有约翰福音呼召我，还要来美国也是神呼召，用神的话呼召我。所以，李敏兄，你不要随便当传道人，如你要逃避当传道人，如同逃避地狱的火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你会很痛苦，而且没有奖赏。但是如果是神要你做，你遇到任何困难，神一定会帮助你。我现在遇到我的同学都已经40几年的朋友了，1969年、1976年毕业，已经42年了。他们顶多得到这个教师奖，教师的40年，顶多啊当了这个什么这个饭店的这个董事长，很有钱。但是我是最快乐的。所以我感谢音乐奖，我走神要走的道路，真的，我按着神的旨意。我结婚第41年，再过几天就41年，真的很快乐啊。